别吃了，别吃了，这才是你今天的早餐。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好麦多水果麦片，这次他们家出和花木兰的联名款，我又买了，就用这个碗碗泡来吃吧。怀特斯水果冻干，我也有水果冻干，还有好吃不胖的奇亚籽，非油炸零蔗糖，早餐吃这个也太健康美好了，真心推荐给你们呀。